所以我们现在要自主一定要管理好自己。没有啦，是说你们有任何状况的话，要自主管理吗？不用，不用。没有，他只是他的意思是说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这样。他说110万几滴，那太济人了，算了。警示。一元特区要推的这么水，活动轨道重叠啦。他是说你们在那个附近，他有走过，你没有走过，所以你们要小心。你们那天是去那边做？